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。对红客的睫毛膏啊，有睫毛延长术，让我两眼对比。是不是差很多？这边眼睛直接放大了。原本的睫毛啊是比较细软、比较塌的，但是我用的这支睫毛膏啊，实在是非常惊人。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睫毛竟然可以变那么长。我直接刷给你看，像这样从底部往上刷，完全不怕碰到眼皮，睫毛就像冲天炮一样往上延长。它还能帮你自动梳整睫毛流，而且如果不小心膏底沾的比较多啊，你也可以用它的刷子直接把它梳开，睫毛都可以刷出根根分明，不怕结块。你想刷出正面角都很难。让我两眼对比。是不是差很多？这边眼睛直接放大了，眼睛是不是超漂亮的？刷起来的睫毛很浓密，现在每根睫毛啊还是根根分明的哦。它把每一根都夹出了，现在不管正面看还是侧面看，弧度都非常自然，就像拥有女团同款的芭比睫毛一样。化妆完全不怕晕妆，到了晚上睫毛都还是很坚挺，就算这样压都不会塌哎。这是红鹤睫毛膏有多厉害，不能够只有我知道，你们也赶快去试试看吧。